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长聚焦》。九月五号，星期日，星期日吧，星期日，这个这个周末呢是长周末，啊、呃，过完长周末就过完星期一之后，学生们全都开学了。结果就在刚才，这是所有几乎美国所有媒体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刊登的。我们跟大家报道的时间呢是相当早的，有六架美国飞机。 六架飞机不叫美国，有六架飞机，上面有美国人，有绿卡的持有者，有这个呃他的翻译随行，就是阿富汗人的翻译啊，阿富汗给给美国人做翻译的，大概九个人是美国人大概十七个到十九个，他能确定的持有绿卡的人起码两个到三个，这些人被扣在了坎布尔机场，扣了六天。 他们没有在飞机上，他们在附近被关押。那这些人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塔利班手里的人质。我们昨天跟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了。那昨天塔利班第一个提出的要求，美国人不许美国人不许修改我们的文化，因为妇女的问题。这个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塔利班率先纪念了，发出了电视频，说纪念九幺幺。 那就要，这是塔利班所做出的，我们看出来做出的姿态。而有关人质的问题，我们早跟大家解释过，这是一定的啊，这是一定。他根本就，就就今天美国政府、美国精英社会而言，呃，是这么命里注定的，活该，活该。一个命里注定的活该的一个特别的表现，就是在撤军之后。 美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，无论是美国国务院、美国国务院、美国白宫发言人，以精英、以精英的掩盖的丑、掩盖自己丑陋，不顾任何事实而宣扬自己伟大的做法，就命里注定的，他们将把自己拖入到泥潭当中。他们拖入泥潭的本身是表示美国的衰败。我们一直跟大家解释，美国精神不在了。 我们曾经也跟大大家讲过，当这个当这个撤军的危机出现的时候，当美国人被炸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美国人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重新投入战争的选择。那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，但是那精英的文化就是李莲英式的文化。今天昨天有个朋友说那么一句话，说这个说他叫什么太监逛青太监逛青楼。 太监逛青楼啊，表示自己的伟岸。我说这个跟李莲英照相是几乎是一个意思。太监就是做了废的男人，去逛青楼，青楼是妓院，来表示他非常男人。这是今天当今人类社会当中所谓的西方文明，包括中国社会当中的几乎所有的经营者的概念，他们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只有一张嘴。 他们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只有一张嘴，只有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私。